客房那3天半全都满了，根本就没有我们住的地方了。我就把你的卧具放到了锦县尉的房间。听说这县衙后山有股泉水，你去打些回来给公主洗脸吧。往事暮暮流转，萦绕耳畔，是你的答案。谁又割舍不断，以为忘记了悲欢，爱就不会泛滥。脚伤着了吧？去那儿坐着。我刚刚崴了一下脚，我就觉得疼。当初你被人挑断脚筋的时候是怎样的疼啊？我想想心疼。你放心，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。我想跟你一生一世在一起，彼此守护。